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平凡人不让读下去》。我是参加监制的第一部影片，叫《离开我们需要》。那我的角色当是这样，研究人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现在开始吧。你们觉得好不好？如果不好看的话，请在底下留言。是比较喜欢开车的，所以对。
好，我没关系，热身一下。我们来第二场。结束。第二场，不保证刺激，第一，迷失路片，纯纯欢乐。
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一部影片，那等一下我会上传，记得去我频道浏览一下。虽然这是第一场，但是就是暖暖身，以后我的拍的影片会更精彩，那请大家多多支持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